咱多谢你教我，那么我就等同先听起。你破开伊机密资料的档案，不用来干的。用上帝的时间去找罗家峰。就差这样就完成啊！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卡斯讲档案分手都转去，安尼就无法度指控单中心害你们那光耀汽车 system。我替你应对单中心。李勇该做你调货李三。我赶紧说去，你也搞法社会，靠我说服你。罗家峰，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经过这几天的事情，我完全能体谅我爸的心情，要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，还不得已用非常手段。无得到我真正是魔鬼，只是我无发现而已。以后你若是忝啊，就来找我，我会做你一世人上大的瓦工。之前你看我汽车被盗，我想尽办法找钱把你买落来。你为着你私人的恩怨，在后面给我堵一刀，我真正是看不着人哩。罗家峰偷偷入去爸的办公室，你是要查啥？副总，你档案已经copy好啊，USB 你通提走。阿姑，你现场爱回复，绝对袂当有单东西发现。昨暗我根本无动过电脑，有一个重要的解密机要档案，被人当落过。从此开始啊，走到半点钟，就要解开这个解密机。和你想的同款，是罗家峰。你破开伊解密机要的档案，不要那简单。用上帝的时间去找罗家峰，愿意把政府交警方进行公正对峙。单东西带人，要来咱门店楼卡。卡斯讲档案分手都转去，安尼就无法度指控单东西。害你买那光耀汽车的 system， 我替你应付单东西，给你争取时间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安杰，我有档案的。王家峰。